索性这样的话，那就不如咱们就在一起做一个厂牌，一起玩，有那么一个契机，可能大家喜欢的东西臭味相同吧，说不清楚，可能就是臭味相投的人都聚到一块儿。请问麻药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麻药叶是什么？麻药叶就是，自私无聊，白日梦。还有呢？矛盾虚伪。臭傻免费桑拿啊，好好整。老刘给东野泡。今天什么人都管不住咱们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当时刚做毛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应该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，一年年初的时候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生活。记得最早是在网上知道马迪，然后听这个人的在网上传的歌，然后觉得录得太糙了，简直就是手机的那种破版本，最早的那些，然后说没法听了。这个人搞了一个民谣组织叫麻油叶，然后突然间听到了姚十三播放了一把从头哭到尾的那种，惊了。以前我会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我除了干这个还没有别的想去干的事情，而我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样，是我除了干这个没有别的事情。他们是第一次马友业做一个大点的演出，在江湖演出。马友业2011年第一次集体的演出，那天是2011年的8月7号，在江湖演那场给童颜做的义演，那天特别开心，这是一个契机吧。有了那一次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可能更深了一步，也是有那次之后才会想到以后还会有1周年、2周年、3周年。1、2、3。听风声，我从黑龙江过来，这个乐队分分合合很长时间，几近已经要解散了，但是到今天干了10年。现在的状态跟以前的差不多吧，就心态差不多，可能现在知道人越来越多了。在我个人看来，我觉得麻油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吧。大家的音乐也是不断的在成熟，都在进步，然后听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，喜欢民谣音乐的也会越来越多。没问题，有什么歌？现在想的大家问的那么多渊源和一些契机，
有关于梦想之类的，就是大家在一起觉得特别好玩。我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做厂牌的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这帮人在一块儿特别好玩。从我最早接触他们，他们没有名气，然后到现在他们名气越来越大，然后我觉得是一点改变没有，这个也非常欣赏。特别喜欢给别人带来温暖的这样一个人。对，你胖吗？你给别人来凉快，你也带来不了。金闪闪光芒四方。其实，在网上还能搜到我们一周年、两周年我做的一些视频，就是那样。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也成长了很多。平时沟通一些音乐上的，有一些交流。一起进步吧。有时候就是言语上会有一些碰撞，但那些都是好事。我们从来没有说今天吵完架第二天就翻脸再也不认识那种，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都会解决这些问题。说实话，有时候常人见不着都一样，都心里有点想，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朋友，是一种家人的状态。姑娘，人人都有伙伴，谁和我相对？等待再等待，我喜欢你的岁。我和你是河两岸，又隔一江水。之后我们在南京做过一场演出，然后那场去了80多个人，在一周年的时候100多人，两周年400人，三周年跨年1000多人，现在可能都要限票了。真的是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，大家都很懵懵。做毛业至今为止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做，我只是提出来这件事儿，剩下的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群力群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让自己高兴。理想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为了好好生活，如果你的理想里没有好好生活的话，那个理想就不会谈之为理想。我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，至少现在你们看到的我和马导演都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东西。每一年还都有这样的进步，未来十年应该越来越好。马友友其实特别好，我会永远爱他们。希望他们的音乐就是能越来越被大众接受，然后我可以挣好多钱。马友友。